在你现在生了，走，来去医院。求婚之后就结婚的梦祖家庭，然后有小朋友。爸爸妈妈，18年以后，跟你说，下面太急，我交女朋友。好，他交女朋友了。青春长得流行，放学后的足迹是陪着你去补习，老师问未来想念吗还是一学期，但是我现在的梦想偏偏就是你。青春真的流行，放学后的足迹是陪着你去补习，老师问未来想念法律还是医学系，但是我现在的梦想偏偏就是你。这剧情发展得太快了，就像龙卷风。难道爱情比我们想的更伟大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更伟大，我对你们爱都爱不完。